我其实平常也就吃的还蛮清淡的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。我这一两个月都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工作，拍广告啊，然后拍杂志这一些的。怀孕五个多月的林心如日前公开出席活动，聊着怀孕后的准妈妈经，却未曾公开肚中小宝宝的性别，但好友舒淇却不小心泄了密。舒淇po出林心如、林心磊和自己的背影合照，明明照片中只有三个人，但po文却语带玄机写着四个女孩的旅行，似乎是在暗示林心如的小孩就是个小女娃。贴文一出，网友疯狂猜测，就连林心如本人也分享贴文写着 Girl Power， 引发外界联想。而舒淇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，每每po照似乎也都不小心泄露行踪。手捧着美食，舒淇素颜戴眼镜，只不过眼镜的反光太明显，反映出长镜人的身影，被猜测很可能就是老公冯德伦。而且街道的景色似乎置身日本，很可能小两口飞到日本度过蜜月旅行。舒淇简直是社群网站爱用者，日前公布结婚喜讯也是透过网路，婚后总是晒出生活照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只能说女神的一举一动都是众人焦点。记者黄少平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